不是啊，这个人就玩塔的，啊，遇到船流不先拿个老鱼柱什么的，很尴尬。这场开救世主会不会有机会赢？很难呢，我觉得，因为神没带能量等于没用。先拿啦！干，这些人他妈的永远都不知道哪些角色到底要先拿。你就先拿呗，你鱼柱不先拿，你觉得你在下一手会有鱼柱可以拿吗？我想打空间的时候，哎，我想一下，队友居然选个老三井，让他拿三木木。不是啊，所以我说你打单双排为什么不出极炫木？为什么不出老仙道？就是路人根本不会配合，还是站位不会，有空位不会。上等だ。感情真好铁，丢那么多颗都不会进，丢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开始准了。更老。上等だ。リバウンド、桜木。
你倒了其实可以打里面，里面那个应该没什么会放。倒了可以打什么？啊，三分。你是不是打单核简单多了？被盖也没差，反正就会有地板。嗯，没跳步可以用。进了。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子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喽。